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您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今天的单口相声专场演出。那首先呢，就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纪晓岚》，表演者魏凤强。夜露风啼霜满天，江风与火对愁眠。德云书场30元，你要听书里边请。这地上诗啊，关键就是不合辙押韵。要是说篡改唐诗啊，我们在行。今天是德云社评书专场啊，林风香的第一场。今天都是单口相声啊，上台学徒呢，先给你说一段纪晓岚。你看，听这个单口相声专场啊，就是这样，上来先给你说一个小段儿啊。您踏实坐住了，该检查检查，该嗑瓜子嗑瓜子儿，这不着急啊。咱们听故事嘛，慢慢来啊，有的是时间。好比说，您到饭店去吃饭啊，您要点大菜，上来肯定是来个小凉菜儿。开开胃，来个水果，来个点心，都是这样，听书听相声也是这样，没有说一上来就跟你说三里河东西畔，没有这种，都是先跟你说一小段。好比说我就是，饭桌上那个拍个黄瓜呀，海带丝儿啊，我属于这个爽口的菜。你要说想吃猪头肉啊，您踏实坐住了。待会儿就给您上来了，待会儿这猪头肉一上来，你坐着说，我们是年轻的，站着说就得了，这纪晓岚大伙儿也不陌生，尤其是前几年吧，有个电视剧，铁齿铜牙纪晓岚，我记得是铁三角嘛，有张铁林、王刚、张国立演的，特别是热闹，也诙谐幽默，所谓的就是。君臣斗，满汉斗，都是戏说。但是纪晓岚离咱们这个地方可不远，出了咱们剧场往北，一直到朱市口，再往西，往西走个也就不到2公里，就是纪晓岚的故居。那边现在好像旁边还改了一个饭店，我记得我去过那。纪晓岚有一个作品叫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据老舍先生考察，就是在那个学堂写的，那草堂写的。纪晓岚很传奇的一个人，在民间传说呀，说他是火神爷下凡。这个民间传说呀，不足以当真，但是。在这个纪晓岚的墓志铭上，就清楚地写着，他的出身与众不同，火神爷下凡。纪晓岚的墓志铭是谁写的呀？朱圭。朱圭是谁呀？大伙可能纳闷儿。朱圭是嘉庆皇帝的老师，帝师呀，他就说纪晓岚。连出生的时候，水中夜夜有光怪，有自然现象，电闪雷鸣，加上风雨交加，在那样的一个夜晚，一道火光划破天空，直接奔入了那个产房。好家伙，虽说火神爷了，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儿呢，好像雷劈出来，这个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，也就是说，注定是纪晓岚这个人身世不凡，不是普通人。但是这些都是民间传说。但是要用纪晓岚的话怎么说呀？他说他小时候有特异功能，这个大家听着新鲜，在电视剧当中没听说过。他有什么特异功能呢？就是说他，据他回忆
就在他自己写自己的那本书里边啊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边有记载，就他说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啊，这个晚上跟白昼一样啊，夜间能视物，看得特别清楚啊，晚上出来跟大白天似的，点着灯笼呢啊，特别清楚。但是呢，纪晓岚这人虽说有特异功能，但是就他长大了以后啊，等他成为成年人以后，这眼神怎么样了啊，也发生变异了，那个白天呀、啊、跟晚上一样了。嗯，怎么呢？纪晓岚近视了，大白天的瞧不见了，纪晓岚近视啊。这个都是关于他的身世方面。再有一个，纪晓岚有学问，这个咱得承认啊，纪大学士嘛，这也有学问。但是有学问呀、啊，也有的时候不是这么招人待见啊。你比如说吧，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嘛，有一次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就说了啊，一看今年啊秋天上面写着秋宫264人。秋宫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一年当中啊犯罪的人啊要杀头的，秋后问斩嘛。咱们有句话叫秋天啊都是斩这个死囚犯的时候啊，今年啊斩这个死囚犯264人。他一想，大清朝啊，万里江山幅员辽阔，在我的统治之下，这一年当中才斩首200多人，那说明我这个治理天下可以说就是天下太平啊，平安无事，特别的高兴。这乾隆皇帝一说完，纪晓岚在旁边说，圣上，贞观三年秋宫9人。乾隆一听，好家伙，我这更高兴高兴，他给我来了一个贞观三年秋宫9人。哎，也没心思看了，哎，换下一话题啊，直接不讨论这事儿了。所以说纪晓岚这个人呀，他就是敢于啊以下犯上啊，有什么问题直接提。再有一次呀，就说纪晓岚考中县员的时候，过去科举考试分为乡试、会试和殿试啊，乡试的头一名啊县员，会试的头一名呢叫会员啊，会员大家都知道啊，比这个果粒橙好喝呀啊，王八老大了，嗯啊，不是这个会员啊，开会的会，会议的会。再有就是殿试，殿试的头一名呢叫状元啊，所谓咱们老百姓常说连入三元啊，就只不过就是解元、会员还有状元啊。纪晓岚这一年乡试啊考中解元，考中以后呢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有这么一个寺庙啊，小的时候经常去啊，到了寺庙一看啊，这建筑还跟小的时候一样啊，进去吧，刚一进去，这老方丈迎出来了，哟，这不是那个纪解元吗？啊，可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，有日子没来了，小的时候就知道您读书最好啊，老上我们这边玩。纪晓岚一听啊，心里也不是很舒服，怎么了？小的时候是经常来，但是呢，这住持方丈有点势力啊，小孩不让进，尤其是纪晓岚一来啊，就给轰出去了。不是跟他说的这样啊，小的时候就怎么来了玩，该吃该喝的啊，不让进，小孩不让进，有点呀贪财好利啊，看见哪个员外爷啊有钱了，请进来了啊，哪个女香客长得好看。啊，请进来给人算命，好这个，这一看这考中县员了，哎，往里请啊，心里有点啊，这老方丈啊，不是人情世故，世态炎凉啊啊，世代人情在啊，
这样行，走吧。啊，走到这个大殿当中啊，看了一下，跟记忆当中想的时候还是一样啊，挺好的。就这个时候呢，这老方丈啊，准备这文房四宝，这边桌子都准备好了，说这个啊，记忆大谢元啊，你这个你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名人呀，啊，难得啊来到敝寺之中啊，然后出返故里啊，转一转，咱们那个按照流程，咱们这、那个啊，给我们这个敝寺呀啊留一副墨宝啊，签个字吧。虽说纪晓岚心里不是这么痛快，但是人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要是不写也说不过去啊，写吧啊，都是现成准备好了啊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啊，写了两句话啊，日落香残扫去繁星一点，下联呢，炉寒火尽须把一马劳拴啊，这主持方丈一看啊，写的真好啊，尤其这字写的那么好啊，然后那个啊印章啊记云好啊，日落香残扫去繁星一点啊，就是太阳要落山了，然后呢不要留恋红尘啊，一心向佛啊，吃斋念佛好啊，下联是啊，炉寒火尽须把一马劳拴啊，无论是春夏秋冬天儿冷天热啊，都要一心向佛啊，行好，赶紧吧，特务人裱起来吧啊，这就裱上了啊，挂起来了。这个事情过了有这么好几年，纪晓岚都在京城做官了，有他这么一个同学到京城啊去看纪晓岚，两个人聊起天儿，说起这么一个事儿，他这个同学就说了：“那个纪云啊，你可太不地道了。”纪晓岚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，我办什么错事了？我不地道。那个有一回啊，上段时间我到啊咱们家乡哪个庙里去了。啊，我看到这么一副对联，一看落款是你写的，啊，上联是日落香残扫去繁星一点，下联是炉寒火尽须把一马劳拴，你这对联你可太缺德了，啊，你给人写对联你就好好给人写吧，你不能骂人家，对不对？纪晓岚一听，我没骂他呀，我怎么能骂人家了？人家寺庙让我提字，我给人写副对联，我怎么骂他了？哎，你还不承认啊？咱们都是干这个的，你撒谎，你不算道乡人呀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读书人，我也是读书人。你看那个日落香残，这怎么解释啊？啊，香怎么写呀？上面一个和睦，下面一个日，啊，日落香残，这个把这个日呀给去掉了，上面呢就剩一和睦了。啊，扫去繁星一点，这个繁怎么写呀？一个几，当中间呢一个点儿，把这一点给扫去了，上面剩一和睦，下面剩一几，你这字这不是秃吗？啊，你这直接骂上了。啊，下联更可气，啊，炉寒火尽须把一马劳拴，炉怎么写呀？一个火字旁，旁边是一个户。炉寒火尽，这火烧没了，只剩一个户了，须把一马劳拴，一个马一个户，你这上下联这不合起来秃驴吗？啊，人家家乡那寺庙里还挂了好几年，现在都成旅游景点了啊，谁来还在这儿啊给人画一幅画像啊，人说纪信元在这留的墨宝，人老方丈还见谁跟谁说，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啊！纪晓岚一听也哈哈一乐，回头又写了一副对联，重新给人送过去啊，这都是关于纪晓岚当中开的玩笑啊，他也好诙谐，尤其是到了他晚年啊，纪晓岚据说活到80多岁啊，年龄挺大，他70多岁的时候呢，到这个江浙一带去当学政，就是过去举子赶考啊啊，他去给主持考试去了，啊，江浙一带主持考试，
尤其是他上了点岁数啊，特别喜欢跟这个年轻的人啊走得近一点啊，了解一下当时的考生心里边都想的什么啊，喜欢看什么书啊啊，有没有看啊他的粤语草堂笔记呀 啊都得关心啊，关心时事啊啊，都去啊走进体验生活去。但是什么地方的考生多呢？过去啊这么一个地方，在这个考场周围啊，这个考生住的那个楼啊，在住的那个酒楼叫魁星楼啊，魁星啊啊，言外之意就是能考头一名啊，国魁嘛，考头一名。纪晓岚这天没事啊，没什么事，还没开考呢啊，自己穿个布衣啊，来到这个魁星楼里边一看，满满抄抄坐的全都是考生啊，这边开始议论啊，您兄您最近正在温什么书啊啊，这边说了，我正在读啊蜡笔小新啊，这边说是个啊东洋书啊，都得看，这都得了解了解西方的知识啊，都得学这个啊啊，反正来说简单来说，都在谈论诗词歌赋啊啊，都在谈论这个怎么考试啊啊，也谈论主考，这个说了啊，当我觉得那个说咱们当朝纪晓岚最有学问，我觉得他哪篇文章啊，有哪个文章我不是很赞同他的观点，我不是很同意啊，谈哪儿谈，读书人嘛都有一个傲气。纪晓岚在旁边喝着茶啊，一边听一边乐啊，一看都是年轻气盛年轻人，但是呢也特别欣慰啊，这都是以后啊，祖国都是他们建设的啊，八九点钟的太阳啊，冉冉升起啊，心里特别高兴。可是呢，就有这个好事的人，这一看这四周围坐的都是我们考生赶考的举子，这那桌坐了一个老头啊，自己吃茶没事还偷乐，瞧乐了，那不行，我们不能让他在这儿，得想办法把他给轰走了。想个什么主意呢？想来想去啊，跟大伙说啊，诸位啊，先别说了，别吵了，那个咱们呀马上就要开考了，我出个主意，咱们既然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啊，都是秀才出身来这里啊参加科举考试，我提个主意，咱们每人啊写一首诗，谁要是有这个学问啊，写的诗好，谁在这个魁星楼里啊吃饭喝酒，谁要是连首诗可都做不出来，那就啊别在这魁星楼里边待着了啊，成心的是轰纪晓岚走。那个咱们谁先开始啊啊，谁先开始作诗啊，有说的啊，那个长者先用者后啊，谁的年龄大谁先来啊，这位还得装模作样的开始找呢啊，哪位考生年龄大呀啊，哪位大呀，哟啊，这位老学究啊，看着您啊也得有80多岁了啊，头发都开始白了啊，没想到您还是啊这么坚持啊，可喜可贺呀啊，咱们都是同胞啊，那恭喜您吧，恭喜您，咱们可以共同考试通过啊，您这是学霸是吗？我头发都白了还在参加科举考试啊，这过去啊也不知道这人是谁，也不像现在似的啊，认识的人啊有媒体有电视有网络，过去不知道纪晓岚是谁啊，但是都听说过啊，但不知道本人长什么样啊，说那个那就烦劳啊这位老学长啊，您先来吧，您做一首诗吧。纪晓岚一听跟这帮年轻人作诗，哎，也不知道，可是我怎么说，我说那个在下纪晓岚也不合适啊，写得写就写吧啊，这边摊开纸，这边拿起笔来开始写啊，写诗是吧啊，好写诗嘛，一楼
二楼、三四楼，五楼、六楼、七八楼，大家伙围了一圈，吵吵嚷嚷一看，难怪考不上，就这学问，头发都白了。写的是一楼、二楼、三四楼，他小孩都会写呀，大家伙都在笑他啊，也不看了。纪晓岚呢，接着写，写完了以后把笔放下，甩手走了，出去了，不在这里边待着。大家伙一看呀，写的什么呀？啊，有这人啊，给打开啊，我给大伙念一念啊，这个一楼、二楼、三四楼。五楼、六楼、七八楼，啊！纪云不敢留诗句，恐压江南十二州。这是主考啊，纪晓岚，啊！这意思告诉你我是谁就得了啊！纪云不敢留诗句，恐压江南十二州，啊！让你们知道啊，我是纪晓岚，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也就得了，尤其是纪晓岚最大的成就，就是负责这个编撰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呀，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，啊，这个工程可不简单，啊，也不亚于现在你说修一个大裤衩呀，修一个什么世界建筑啊，啊，修一条青藏铁路啊，比那个甚至还要难得多。啊，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，《四库全书》从乾隆年间开始修，真正修撰结束呢是在嘉庆年间，前后修了30年。这30年当中呢，所有的民间还是官方都得是捐书，把这些书送来以后呢，进行校对，然后呢重新的编写，这个属于哪一类的归类，啊。前后修了30多年，涉及的种类呢，就是种类啊，比如说这是啊唐诗啊，这是宋词啊，这是小说呀，这是历史啊，涉及的种类有3600多种。大家伙可想而知啊，纪晓岚一个人负责编撰，这得是多大的学问啊！尤其是过去啊，编撰的环境啊，也不像现在，你说咱们在一个写字楼里边办公。啊，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气的，过去不是这样，就在咱们这个故宫里边啊，紫禁城里边有这个文华殿，文华殿的旁边呢盖了这么一个四合院啊，修书院。平时呢，这一帮人啊，翰林院的这帮翰林，在纪晓岚的统领之下呢，负责校对呀、编写呀、抄写。啊，平时秋天、春天还好，一到了夏天受不了。这小屋子里边太热了，那时候把窗户打开也热，为什么呀？这紫禁城里边的院墙多高啊，对吧？那里边那院墙，好家伙的，好几丈多高啊，太热了。纪晓岚呢又比我胖，一看这左右没人，好家伙，脑门蹭蹭冒汗，赶紧吧，啊，热了怎么办？脱啊，把这朝服就脱了。抄写过程当中还热呀，怎么办？裤子也脱了，啊，穿一大裤衩，这边趴在案子上开始抄写东西。这写着写着呢，这一天乾隆爷呀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啊，平时也不来，这一天心里比较高兴，啊，自己转着带着两个小太监，就来到这个修书院了，啊，要看一看这个纪晓岚怎么负责编撰这个四库全书。你想这个乾隆爷平时好去什么地方，他可不许别人偷的呀，他得看你在这里用不用功啊，尽不尽心啊。他进来带着两个小太监，也没让偷的，一老远进的街一看呀，好家伙，那屋子里边正对门口桌子上面趴了一个，这谁？这是白花花的一大白胖子。嗯，这哪位学士啊？这是啊，往里走吧。那紧接往前走，乾隆爷看见纪晓岚
这纪晓岚呀，也看见天龙爷了。哟，坏了！一老远一个穿黄衣服的，影影绰绰往我这边走。甭问啊，能穿黄衣服的，就是乾隆啊，就是我主万岁呀、啊！我这样，我光着呢。天底下在紫禁城能光着的也就他了，我这我也光着。啊，我这失仪之罪呀、啊！赶紧，那位说赶紧穿衣服，来不及呀、啊！过去那官服又麻烦啊，这朝珠你说带错了那可不行，插头之罪。那想怎么办？哎，灵机一动，他不是趴在桌子上面抄东西吗？跟这个桌子差不多啊，赶紧呲溜钻到这个桌子底下了。这乾隆爷进屋一看，啊，旁边文武都跪下了啊，恭迎国主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怎么看？跪的这帮文官里边翰林院的老翰林这都认识。哎，纪晓岚呢？啊，有人搭话，那个回国主万岁，纪学士小姐去了，啊，就是解小手啊，啊，上茅房去了，啊，这跟现在办公室撒谎一样的，啊，领导一问那谁是谁呢？啊，上厕所了，啊，都一样的，啊，这都有传承的，啊，小姐去了，哦，小姐，再回头一看，这边放着朝服、朝帽、官袍，再一看，这品级没别人的呀，这就纪晓岚的呀。这人得多着急啊，衣服都脱了，光着去啊！这是什么脾气啊？这是，好家伙、啊！大里边有勇气，解小手把朝服都行。行啊，真在这儿等一等这个纪学士。这乾隆爷心里知道，这纪晓岚指不定藏哪儿了啊，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。我呀，成天看着笑话，他在这儿一坐，可就不言语了。乾隆爷不说话，这帮翰林院的翰林也不敢说话。万岁爷在那坐着，你在下边瞎嘀咕，啊，这个罪我担不得，啊，也在这边跪着，都不说话。这外边的人呀还好办，这桌子底下的人可受不了了。你想啊，天气本来就热呀，他在这边已经热得不行了。这桌子底下可比这外边热得多呀，空间又小，他在底下拳头上待了半天，一听外边没动静了，听说这万岁爷走了是没走啊？嗯，这帮人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平时都是我找他们的问题。哎，这万岁爷走了，故意的在里边闷着我啊，让我找难看，这可不行，我得问一声。他呢又不敢出来，小声的在里边说了一句：“哎，老头子走吗？”他这一说呀，了不得了，乾隆爷就坐在旁边了，老头子还在呢，出来吧。这一说呀，这个坏了。纪晓岚在里边一听，臣还是别出来了。那个，你跟您说了吧，说实话吧，这天儿实在是太热了。微臣我呀，啊，你也知道啊，这体格呀又大啊，实在是怕热，所以一时呢就把这个朝服给脱了啊，求国主万岁啊，恕臣之罪。乾隆爷一看啊，没往心里去，本来也是君臣之间玩笑啊，得了，恕你无罪啊，赶紧啊把朝服穿上了啊，这赶紧把朝服穿上了。万岁爷说了啊，活罪可免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啊，差点把我是绕糊涂了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天啊我来啊非为别事，因为这后宫啊有一桩的喜事啊，听说你们这帮人呀最有学问，所以啊我来看看你们啊，尤其是你纪晓岚，给你出一道题啊。后宫啊，昨夜啊有我的皇妃啊为我啊生育下一子啊，你呢贺诗一首，你要这诗写得好呢，恕你为无罪
你要是诗写的不好呢，啊，罪加一等。纪晓岚一听啊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怎么呢？纪晓岚在修撰这个《四库全书》以前呀，刚从这个新疆放牦牛回来，啊，刚回来没多长时间，啊，本来就是犯了罪，发配到新疆去了。这刚回来没几天，好家伙，我这又失仪之罪又光着，这又让我作诗，我这得多加小心啊。那个啊，万岁，昨夜后宫啊有喜事，那个哎，万岁有了，臣给你对昨夜后宫降真龙，你想啊，万岁爷乾隆啊真命天子啊，你是真命天子，你是龙，你的孩子就是龙子龙孙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的孩子就是啊真龙啊，龙子龙孙，昨夜后宫降真龙。乾隆一听，这纪晓岚有点虚了，丫头，嗯，女孩，纪晓岚一听你会聊天啊，你说刚说的产下一子，怎么又压出女孩了呢？成心难为我，这我可不能给绕住了。哦，那个昨夜后宫叫公主，女孩是吧？公主，那是公主叫，哦，有了，八岁，九天玄女下九重，啊，九天玄女啊住在天上，啊，下了九重天。投胎成了公主了，啊，龙子啊，凤女，啊，这好。乾隆一听，又给说出来了，啊，掉尿盆里边噎死了，啊，你再给写一个。一听，这所有跪着的所有汉脸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。这纪晓岚又得去放牦牛去，你这没法对了啊！你这头两句啊，昨夜后宫降真龙啊，这说是闺女，天上仙女下九重，你这掉尿盆里噎死了，你这怎么对呀、啊？你但凡说掉茶碗里噎死了，这也能给你圆上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掉尿盆里噎死了啊！看纪晓岚了，纪晓岚也真有主意。那个，哎，臣有了，臣给你对翻身跳进水镜宫。乾隆一听，哎，他又对上来了。